所有机有准备啊，准备了啊，准备了。来，倒计时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速度快，全部冲！OK， 转弯，老崔机场。OK， 到我 ，Go Go Go！ 爱国者烟雾，全部集体转弯。全部转弯，老崔机场，开三十个飞机等位。降落伞不要射人啊！不要射人，不要犯贱。往左边拐，左边拐。机场集合，机场集合。算了，和离别不过是生命中的点缀。过了多年，我才读懂了家人的眼泪。你们飞得有点乱哦。烧胎烟雾一直放，爱国者烟雾一直放，脚气放一放，脚气放一放。怎么跳伞还死了几个人？技术不行啊！哎，哪个贱逼在射人？不准开枪！不准开枪！谁在射人？季安西，我看到了。快说，快，都听话啊！不要犯贱，不要犯贱！不要打降落伞，不然等我把基友害死了。老崔机场集合 ，OK。这边叫飞机比较麻烦，等会我们去那边国际机场吧。这边我们来个海底竞速吧，海底竞速。啊，所有海底竞速呢，我们这波团要抱团走，等会抱团走，你们听我说，全部到海边，全部到老崔，将近那个接近海崔，老崔机场那边有个码头，知道吗？到那个码头，然后准备五分钟，全部叫船，叫摩托艇，每个人叫摩托艇，因为现在有雾。来，我这边集合，我这边集合。码头集合，码头集合。OK。搞定。拖伞。啊，这样子啊，这样子，等会呢，我们从这边呢，我们开三十个摩托艇，三十个摩托艇呢，这个咱们竞速呢是这么紧，是团体竞速，就是说呢，你们要看，你们要让我看到你们的浪花，对。